組はブルー鉛筆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Yo， 大家好，肥佬君很高兴又来见面啦。啊，本视频仅针对萌新大佬，请笑笑围观哈。啊，每天肥佬君都会收到很多私信，有些私信没能及时回复，比如啊，我是个小白啊，画画该从哪里入手呀？啊，这种画画萌新普遍想问的，但是简单几句话又回答不了的问题，所以肥佬君专门做了这期视频，给小白白们指条明路啊，免得大家仗着年轻瞎折腾。自学画画从哪一步开始嘞？啊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没有师傅带路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踏进画画的这个门。那想自学的小白，虽然对画画有浓厚的兴趣，但大多数都是拿着笔，不知道如何下手。一，学会大胆的画线条啊！你可以从生活中最常见的对象画起，啊，不是心仪的对象，在纸上用线条呈现出来啊，比如画。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的苹果啊，小白在画画初期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用短线来拼凑长线啊，也就是衬线。因为小白在观察物体的时候，总会盯着边缘细节去看啊，这里是直的，这里是弯的，这里又弯一点，体现在画面上就是一堆密密麻麻的麻花线。而正确的画法应该是观察物体大的线条形式走向，用少量的线条去概括，抓住重要的转折点，忽略转折点之间的细节啊，线条的疏密、倾斜、方向的变化，不同线条的结合、运笔的急缓，都会产生出不同的画面效果。更多的画线条的方法已经在早期视频《线稿画宝怎么办？线条怎么练习？手抖怎么自中》总结啦啊，大家可以前去学习。二，学会观察物体的形体。现代艺术之父说过，生活中所有复杂的形状都是由简单的几何体拼接或变形而来的啊，所以你在观察你要画的东西时，尽量要分辨出构成它的几何体。基本的几何体包括球、正方体、长方体、圆锥、圆台等等啊，简单点啊，比如一辆长方体添加细节后变成了巴士车。萌新可以多练习这样的静物，照着你觉得造型简单的物体练，比如各种水果、凳子、桌子之类的啊。困难点啊，比如由各种几何体构成的人体，人体对萌新来说比较复杂，因为要理解骨骼和肌肉。小白可以先从上面简单的静物开始练习，想挑战人体的可以前往早期视频，非官方非权威但超有用的人体基础练习五部曲，看看哟。啊，三，学会有效的临摹啊，画画比较容易出效果的练习方式是临摹，但这也是最让人诟病的，因为有的人临摹多了，渐渐没了自己的想法，不知道要如何创作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，一是找一个好的临摹对象啊，最好是大师级别的，并且是你最喜欢的风格啊，需要自己掌控难易程度。二，临摹时不以画的像为标准，要经常站在大师的角度思考啊，为什么他的人物动作是这样的，他的构图是怎样的啊，色彩是怎样表达的啊，同时每一次临摹都可以分析自己的绘画过程，总结出经验和技巧，这些能很好的提升你的绘画水平。如果你感觉自己临摹的总是和原作不像，说明你还没有思考过原作的形体比例、构图方式、色彩搭配以及整体氛围。如果你感觉临摹的很像了，但还是少了点什么，那少的大概是大师对画作注入的灵魂与感情啦。四，理解简单的透视原理啊，为什么有些人画的东西很平面，还经常伴有肢体不调综合症？因为他还没接触和学习透视原理。就像上面的巴士车，它不是数学课上画的每条线都平行的立方体，而是会结合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画出的车接近于三维现实世界，让它具备立体感和空间感啊。绘画萌新入门时可以学习一下简单的透视原理，让作品更真实。蓝铅笔官网中可以搜索到很多透视教程啊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一，利用不同的对象多次画同一种东西，比如你觉得手难画，那你可以画各种不同的手，年轻的、老的、男的、女的，对手有一个基础的认识。二，通过分析很多对象的特点，建立一个绘画参考表啊，比如每个人的手虽然看着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有相同的结构，正常的手的骨头长度和节点都是差不多的啊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啊，构建手的参考表啊，标明不同点和相同点，加深记忆哦。三，找一些已经整理好的参考资料、经验教程学习。现在已经8102年了啊，不要再做伸手党了啊！你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各种绘画教程，看一些大厨的经验直播分享课，收集了素材后一定要加强练习，不要做一个只会收藏的人啊！没时间找素材啊，可以去蓝铅笔官网，移动的素材教程库不是白教的。
一、光影表现，画画师不懂得利用光影来塑造物体，画面就会显得很平面，没氛围。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光产生亮面、暗面和影子。构思画面时，你需要知道光是从哪儿来的，这些光产生的光影是怎样的，阴影和投影具体在哪个位置，又该如何画。主要的光源方向有顺光、侧顺光、侧光、侧逆光、逆光。肥皂君之后会做一期光影画法的视频，当然也可以直接去官网搜索，官网已经有很多老师出过光影的教程了。二、色彩表现。如果你不是黑白画的痴迷者，在画完线稿后肯定会想上色，但又怕上色毁所有。你可以先掌握一些色彩知识，经常训练自己画出日常所见的美好的颜色，在上色时锻炼自己对颜色冷暖对比、纯度关系、明度和色相差别的敏感度。可以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，比如色轮是可见光区域被卷成一个圆形来呈现，它由12种基本的颜色组成，最基本的三原色红黄蓝，由三原色两两混合产生的二次色赤色、间色、紫绿橙，由三原色和二次色混合产生的三次色黄橙、红橙、红紫、蓝紫、黄绿、蓝绿。之后可以学习色彩搭配，慢慢理解每一种色彩所表达的情绪。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参照自己喜欢的照片，学习它的色彩搭配，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。三、创作。画画本就是为了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呈现出来，所以学习的最后阶段，你就要学习如何创作。一、不要怕画的不好看，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就把它画下来。如果你前面学习的基础扎实，这个时候自然会从画中体现出来。所以好的作品离不开你前期的练习。你画完后可以慢慢修改，不要害怕修改，它是一个发现错误、自我修正的过程。等你技能熟练后，需要修改的自然会慢慢变少。三、慢慢的，当你创作越来越多时，你就会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啦。做以后，不管你是不是天赋异禀的人才，还是傻了吧唧的小白，肥皂君为你天道酬勤啊！祝你早日变处。好的，那么这期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支持下肥皂君，让肥皂君充满能量，干出下个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肥皂君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